就拿这个，然后去扫这个。你看它就有跑出价钱，2.46，看好狂哦。然后还有这个，阿仁说这个超酸的，那些小萝卜哎，在台湾都没有看到，超酷的。还有子弹哎，惹你！就跟你说，狩猎在家没有在卖。哇，这哇这是阿仁带我去探险，还有他的这个花园。Not sweet。好，可是先生，因为我们刚刚有点稍微迟到5分钟，然后这个要承租的人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，现在在打电话给他。大家早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太累，今天跟法国小夫妻一日 vlog 咯， here we go。 超大那个核电厂的啊，那核电厂它是需要一些水啊，水是在这边旁边的小溪，就这个小溪，太厉害了吧。而且他是说那上面那个壁画是人家请人家来画的，就小朋友在玩干净的水。然后这4个核能厂啊，4个，因为基本上都只有2个而已，这到4个，所以说这边是南发，真的算蛮大的一个核能厂。我第一次觉得说是核能厂啊，就是毕竟就是看到它也是有点紧张啊，可是就是既定印象。可是它这边改的就蛮好的，因为他们法国这边政府有规定啊，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要盖核能厂的话，你旁边必须要有绿色能源，所以它旁边那边都有一些建一些，这是风力发电，你看到吗？他们法国那边是天然的泉水，我刚以为是 waterfall， 觉得不是啊，就是天然泉水，很多人在那边取水。很干净哎！可以直接喝哦。哎，它甜甜的。好像是哦。这泉水是太有名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来这边，就是来装水。很厉害，而且旁边满满都是车哎，满满都是车哎，来装水的。刚才我看到大家一桶接一桶哎。现在他们带我来看这个桥墩，那桥墩就重建过，不然他这些桥墩本来就是还蛮古老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装置的一些艺术，它很酷的，这个它的河啊，可以等一下站在中间哎，对不对，美丽？对，大家可以站在中间吧。对，它就是一条河，然后它把它分成一半，另外一半就是盖成运河。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被分，站在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两边都有河，这样。太酷了。很快啊，加了钢水。87年了。特地留这个桥哎，我觉得应该以前都是木桥啦，应该是。然后他后来就改了，这个应该是1940年的。以前桥是长这样吧？就他又过来。来到法国就来他们知名的品牌迪卡侬，在迪卡侬里面买下礼拜一要去那个独木舟的东西。迪卡侬就是很便宜耶，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包包也是20公升，然后它这个是25欧，也才换算台币才600多块而已，马上买一个包包，因为这是法国品牌，就是迪卡侬嘛，所以就是赶快来这边先买一些就是台湾买会比较贵的东西，便宜呢，才32欧哎。法国迪卡侬他们多了一些就是钓鱼的东西耶，因为台湾就是没有这个钓鱼的东西，现在就是做得非常的齐全，像雨鞋啊。然后狩猎的啊，就是这样打猎的东西，他们都有在卖。还有这些，因为台湾都没有看到。钓具这些，4欧这样。还有子弹呢，就跟你说，狩猎的东西他们有在卖。超
超酷的。我们就是逛迪卡侬啊，现在去买这个生鲜东西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超市啊，走去买晚餐吗，米莉？走，刚才看到一个东西耶，真的好特别耶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菜啊？好特别啊，这个没看过耶，在台湾没看过耶。那些小萝卜耶，在台湾没有看到，超酷的。它这个超市啊，就卖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新鲜，而且都有一些水蒸气在那边灌上去，真的太新鲜了吧！而且它的葱啊是有葱球的，我看它的气水是白白一种的，难怪法国人那么爱吃这个气水，这是没有原因的。它很多气水有分什么中味、前味那种的，它每个韵味跟它每个熟成都不一样，太多了吧？那一整排都是气水。然后现在我们今天逛完那个超市啦，然后我们要去家乐福了，米莉对不对？对，要去家乐福。出发喽！ New tickets。嗯哼。I'll tell you a bit. The article on the seat. Cool. Go. 你看他们法国人多爱喝酒，他这边左边他不就单一品项的酒就这一排，就可能就是。红酒是白酒就一整排，然后红酒就是一整排，他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，八嘎也是一整排，就是很可怕。然后他们现在开 party 啊，开 party 就会直接买这么一大罐的，就是冰的啤酒，就直接开 party 直接用这种大罐的，超大的，就是一个差不多在18欧到，就是在18到30欧左右，这些啤酒。刚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，明天我们买三大袋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多的。看冰箱吗？等一下看一下冰箱，塞满塞好，真的。前面本来都没有东西，本来是空的，然后现在全部塞满了。然后等一下我要跟陪那个阿伦，然后去那个签约，然后去一个土地那边去走走。米莉，告诉大家今天现在几度？38度。38度。对，差不多38度。吓死！什么天气呀？然后现在我跟阿伦要去签约，因为他那边有一块地，然后要那个卖给别人。然后我想说，顺便跟他陪他一起去看他那些地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骑红色的车子，很派耶他，看太帅了吧！哇，太干呢！因为我们要过去那个路程，差不多要20分钟左右。哇，我们要骑超级快的哦！Here we go! 这是阿伦，他又要跟他签约的一个土地，就是别人也要跟他就是承租这个土地，然后来种东西之类的。然后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点稍微迟到5分钟，然后这个地一个要承租的人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，现在在打电话给他，就这块地。刚走下来的时候就是想说这个路也真也太难走了吧，感觉脚要随时要扭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field 嗯 ，to around the here。哦。Oh. OK。阿乐就说他这些都是他自己用那个电锯用的，他这边就先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去承租给别人。但是真高呢，真的是。其实说在法国，他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用。你看，
他自己用，然后他用电锯，他用电锯，然后把这个锯一锯在木屑。哇哦！然后上面都是，这是他自己整理的。Cool。阿冷就说，其实这边之前有一些cherry 就是树，然后它因为太高了，它就长不出来。就这个，这真搞嘞，自己用啊呢，真厉害耶！那个也是。你说它也可能就是 cherry 吗？嗯哼，就是像那个，他说 cherry 的面积都是非常非常的高。现在其实这个 cherry 在长那么高的话，要拔也是不大好拔。然后这边也都是他自己用的。这边，他说他一个礼拜就是来用一次，然后只是说用一次是不知道多久时间，然后就全部都是他自己用的。哇，这是阿伦带我去探险，看他的这个花园。然后他是说前面那边有一些blueberry， 不知道在哪边，然后跟他一起走。嗯哼，跟他一起走。嗯哼 ，It's no season. It's not a season.嗯哼，也。No。还没熟。都还没有熟。嗯哼。It's very salt. What? Very salty. Yeah, it's not pretty. Not sweet.这就是蓝莓树，这个也 Y one， 这是全部都是，这一整片都是。因为就刚刚就是 Alan 的那个客户，然后就取消，然后我们就刚好顺便就来看一下他的这边的田啊，是蛮漂亮的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就再骑回去了。然后刚刚我们的时速就是到180呢，超快的。然后现在阿伦就带我来，就是看一下他这边的那个 view， 然后上面有一个羊，然后往上面羊那边看下去的时候，这个 view 就很漂亮，超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你看这个羊，然后往下面看那个 view。从这个山顶下面往下面看，真的超漂亮的，这小镇都在下面呢。有一种小瑞士的感觉，太漂亮了吧！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啦！我是你的好朋友太累，我们明天见喽！